45岁美魔女7天接20客。中国上海45岁孙姓女子13号以观光名义来台，实际上却是卖淫。云林警方21号手机微信摇出609美容坊的她：“你好，我是25岁如如，保证是我本人哦。”双方约斗南汽车旅馆，美魔女外表也让警察暗忖。其实看起来只有30岁了哦。他两年入境10多次，这次来台7天就已做了20多件生意，其中10几个是青春的肉体大学生。侦讯时他还装可怜：“阿婶，我真是来台观光，因为很无聊才上海打工兼差。”动物新闻好保养报道。